书要买，一起来写下成语"装心致志"。心字比较细长。一点比较靠上啊，这一点呢，相对来说，中间那一点的话，就还是要靠下一点。至。拿笔呢，收的比较重一些。栀子，三点一条线还是比较讲究的。那么今天对于这四个字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。